爱吃。有，知道吗？你传给我。你那个不是豆皮吧？那个是爱吃嘛，哈。哎，爱吃。对。这次有点严重了。这次有可能挂掉，有可能挂掉，有可能挂掉。嗯，对，因为我一直叫他过来打皮下点滴，他都没有过来。哇！但是有在联络，但是他有一天说他整个都软塌下去了。我跟他讲说，你去全国那边吸一下氧气一下。对，然后之后就没有跟我联络。嗯，哎，是这样，情况不好，这整个胸腔都白雾状那一种。对，好、哦，这是艾滋的。好，然后他有回来的时候，但是。他整个胸腔有胸水、啊。他豆皮是谁？不是这一只妮妮的吧？对不对？看一下豆皮是谁。猫啊，写十五个月啊。OK。豆皮是？哎，哦，我刚那个叫妮妮，我传错了。对对对对对，叫妮妮，妮妮，传错了。我以为是他的，你传错。好，反正那没关系，反正现在我这个报告，那个，哦，这个，我的气体可能机器坏掉了，真假的？嘿，那怎么办？修啊，花钱修啊，怎么办？好，我已经传给你了。哦，这已经传了。对 ，OK，OK，、OK, OK, 传给你了。好，那你要看一下，这个放这里还是要拿下去？我看一下，红字是什么？红字的话是 LT 的话130。三零嘛哈，对，然后贫血 ，H C， 那个红血球 ，H C T， 红血球5.55 ，H C T 36.8，白血球，白血球6.3，好，啊，总蛋白 ，total protein 嘛哈，我看一下，球蛋白，对，白蛋白 ，total protein 6.4，好，白蛋白2.8，嗯，球蛋白3.6，好，其他都没事嘛，对，白球的话0.8，好，哎，大概情况这样子，好。好，那我知道。我再去再送去了。好，好 ，OK， 谢谢。好，谢谢，我看一下。这边过了吗？点七，打没打？然后我要吹死，然后吹死。其实从